OK，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我是君主。哦，有在关注我的老朋友啊，可能就已经发现到了这支影片有哪里不太一样了。哦，没错，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哦，我会在影片的开头啊，做一些小小的陈述。哦，可能去介绍这次要游玩的这个载具的一些特色啊，或什么之类的。哦，也可能就是去讲讲一下自己最近的近况，或者是游戏一些内容更新什么之类的。那我是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影片，所以我讲话可能不会是很顺，那就是讲话会卡卡的这个样子，我可能要想一下我大概要讲一下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请大家多多的包涵见谅这样子。那这次要玩的这个载具啊，就是我们这个 M1A1AIM 嘛，那它是澳洲的这个艾布兰，那它跟其他的艾布兰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高清的热成像啊。那其他 M1A1 的系列啊，就是 M1A1 系列啊，它的热成像都是低清的。那目前应该是只有这台它的热成像是高清的。哦，也是在那时候 SEP 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哦，第一辆有高清热成像的艾布兰。那另外这台啊，它因为是外销版的这个艾布兰嘛，他打的这个弹药不是美国的这个M829 的弹药嘛，那他打的这个其实是外销版的这个 KW， 那他的穿身有580多的穿身，那在这个阶级其实还算是可以哦。 OK， 那我们就接下来到实战的画面来看看他到底怎么样吧。哇擦， L3CC， 哼，来高阶警觉总是有时候会出现那种神奇小车车。他说 A 点附近有人，哎，先往下走 ，A 点有人在站，看一下。刚刚好像有看到砸一下，让队友去处理，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的180的样子，哦，不了，烧，哇，后面那个，后面两排。这也没办法，哎，刚刚推过去大概就我，大概就我跟一两个队友而已吧，所以其实也没办法，我们尽量推回去吧，试看看能不能把那些，大概在那边应该还有三台车吧，看他们能不能把他们都收一收？好，这样就 hit， 还是神奇。OK， 应该还有一台豹子吗？还是他死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先往前走吧，去看一下。哎呦，有一台在那个这里，看能不能用火炮先去分散他的注意。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坡这边上去。对，我们直接走下去吧。前面没人。喂，没事，我的装填应该会比他快。OK， 要死。哎，不过，哎，有一台那个防空，是什么？铠甲 AD 哦。
甲。Unstable。啊，我们队友都没了。可能要，啊，我觉得应该下一场了吧。我先听到有人声音了，这我不觉得他们会走到这里了，就是这个坡这里，所以我想要从这个比较凹的地方过去，就是在绕大一点的侧面，集中在中间。欸，其实他们重点在上面这边。上面还是下面？下面有，哎，普马。那桥那里有。嗯。然后往这方向前进了。那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里好像不是很好用哦。好像是，看一下哦，死了吗？没，死了。现在。发现你，小心空中袭击！敌方部队夺取了一个战区。下班了。A 点在被他们占了。然后都在下面，是不是？啊，没人，往前。好，在我这里有一个人，应该是什么 T80 吗？开过去了。先不用，这里好像还有一台。两五动动，是豹子的声音。Yep。这里有一台豹子。哦。啊，可惜打到他上中间。你看能不能抓一些人。抱歉，看一下啊，我方部队夺取了一个战区。啊，看到T80。OK， 216，我们下去，稍微 dive 一下。啊，降来不快，降的不够快。那我觉得我们还是照原本那条路开过去，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看他们空中还挺多人，哇！我们地面只要三台车、四台车，确实不是很妙啊。他
炮筏坏了，我们看一下对面没有。没有的话，收他。下个键 ，unhit。他准备打飞机之类的。好。Stable，Nice。OK， 换 hit， 看下一架飞机去了。哎呀，来一次了。OK， 没有。背包。OK。哇，飞过去了。啊！ OK。啊 ，GG。下一场吧。那个小无人机应该在上面还是旁边啊？小无人机。拿到一只96的样子。下方已来临。赛道没有，那个，我先走，走。再加个的，S 卡这里。是人吗？在什么？上面。好，看到一下。不是29，92炮房换枪吧。啊？的嘿？喂？哎，后面还。I see you。小林啊，非常感谢。下降。下方有雷点。往前推。现在要不要？好。车长不在油箱。小人机轻踏遇到你到那里的车高低机292放手低高低机你看的东西死了放降机的温柔然后跟这边对右边还有一台哦80兵还是 OK Nice 右手边好像是238吗 Nice 往前推吧要、yep, 看到他 Straight line 看一下还没人好像没有
加快运队。往前到这附近，看一下什么东西。这个下烟的，哦，那里有东西。172。下烟的死了。加快运队。反正已经在小队这边，那还 T80呢，等一下。哦，他没看到我们。小心空中敌机，11栋，这样讲是谁？危险！敢不就不这样搞？哎，我们后盾，让他们认为我不在这里，看一下那里有没有人。这里走。180。OK。加快追！小安全，再往前推，往这里走。但是对方确实还是在他们里面，这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哦，然后他炮30发，引擎履带发动机30。OK， 前面。胜利发，加快运队，看一下哦，对面还蛮多人的，哎，其实也没多少人，嗯，差不多该换下一局。咋了？怎么着？有点方向，里面没人，啊，有。上面开，看你们，看他们家闯整点。哦，看到一台80，我先换一下。哦，看到了。嗯，我们先换 Sable。胜利就是我们的了。既然如此。拜拜，他是292，怎么换个位置？看他被推过来，稍微贴在这个这里。要不要下去，然后绕一下，走到那边那个坡上？哎，这边的四 A， 加快追！我操！真是，问题不大，再次。加快追！Fuel leaking. Target hit. 下方有人。坚持下去，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卡的比较安全。开始，32秒，让我休息。我想找看看那个810。东西看到炸弹，哇！A 点在右边，大家想瞬间却又在左边。啊，上分了！倒不是成大问题，希望是。啊，左边有人。Yep, nice.还有人，应该是在右手边。等一下，看他要不要从那边过来。看起来是豹子跟 T80 的样子。好，有一条应该过了。没有，他在另外一边。然后从这过去，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没有，绕过去。OK。从这里回去，这里刚好有一口烟。啊，听到应该是豹子还是什么的声音？哎，不是豹子。哦哦，谢。T80的尸体卡了我。啊，有点豹子，豹二 PL 的样子，二点 T80。T80在比较远的地方，豹子在比较近的地方，来看这条路。对，有人从另外一边过来，应该是 T80。爆子 ！Oh my god！ 下班了。哦，换掉了 ，nice。好，看来前面的 M1 A2 接底了，看能不能冲过去帮一下。二 PL 炮手油箱啊！哎，台 T80。OK， 帽子。Nice。回到这里，我们回到商场里面了。嗯，看起来外面没看到东西。对面，哦，对面还有一些人。那什么？哦，我操！那什么商场里面有石头？好，有个黄普马，是吧？死了。那换个位置过去。
直接往前推好了。前面这裂开，下烟了。你直接 push 他吧，不知道他是怎么下烟。换个位置这样。啊 ，push push， 他就在我左边而已。往前就是他们重生点，你稍微哦，有直升机。小心空中敌机，要马中，左舵中。哎呦，还比尔，实在好。五马 ，OK。河里有人，我擦！河里那人死了，伏马。OK， 对面还有一些人，那台卡五零啊。是，我操！这是那个防空。OK， 我被什么打？应该是直接哦。好，还有一台豹子。看到了。换那个好了 ，GPU 好了，换 GPU 好了。不过看起来要 GG 了，应该下一场。Yep。OK， 那以上就是这只 M1A1AIM 哦，它在游戏里的一个表现的样子。那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影片嘛，那其实我还要再熟悉一下这种，影片里面要讲话的方式，那还请大家多多见谅这个样子。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风格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也不妨帮我点个赞，然后分享出去，然后并且订阅跟开启我的小铃铛来接收我更多的影片通知。那以上就是这样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